大家好，我是 W。OK， 来，首先看我们的圣诞奇缘。OK， 来继续唱我们的吕蒙起来。OK， 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OK， 弹抽，抽起来。呼，奶奶的冲天而降。OK， 来，奶奶的关羽头。欸，感觉很帅哦，如果冲天而降掉一个吕蒙下来，呼，碎片有没有啊？哎呀，没有耶。可是特别看到有人又中了耶，你看圣翼紫金战法四选一啊。哎呀，怎么都是永远都是别人中。欸，很爽耶，他们中到这个紫金战法真的很爽，爽翻天啊，奶奶的。 OK， 来 W 直接去我们的生物哥起来。哇，开什么玩笑，越来越难打了。74区域第九层，你看这个貂蝉11177亿，然后全体怪物血量首次低于 50%， 增加 100% 的最终伤害。哇他们的伤害直接加 100%， 而且他们战力已经10000了。哎，很痛哦，被开玩笑哦。 W 现在你看W 后排已经打之前的关卡已经死翘翘两只了，死翘翘化身和太史慈。哇，不许开玩笑哦，感觉如果 W 再不用卡，好像之后好像都过不到关哦。来 W 先不用卡，先看能不能过关。 OK， 来 OK， 张辽人们的冰冻非常好。OK， 你看 W 的第二个合击带了那个旧苍生要补血，等下给他补血起来。 OK， 有没有补血？来补血起来，补血起来。哇，有没得太稳了吧，全场冰冻耶。刚刚天佑江东。哎 OK 啊，哇，这次的 MVP 有没得 ？OK， 冰冻来，再来，徐珠，全场怪物血量哇低过60%，哇150%的最终伤害也增加。哎，现在刚开始哎，后面还有很多哎，哇，后面会不会越来越难啊？我的天哪，不是开玩笑啊，后面会不会直接增加到？什么1800的最终伤害？哇 ，W 真是100%过不到关，奶奶的！来，所向披靡，二段路负重 ，OK， 金龙 ，OK， 冰冻，月影叠个舞，哎，这个速度 OK 吧？这个速度 OK 啊！来。魅惑，哦不错哦，第二回合开始就很痛了。就是良方，哎可以啊，他们好像没什么出到招的机会耶。呼，一直控他们就对了，一直冰冻啊晕眩，他们根本都出不了招。怎么赢 W？ 哇啊可以啊，你的伤害增加了也是没有用，你都出不到招。哇啊鲁肃，诶，他的战力跌了9900亿。哇，战力虽然跌了，可是他的伤害增加了耶，增加280%的最终伤害耶。神经病啊，诶，真是越来越高了耶，怎么办？来 OK 凶器 OK， 蜗牛以和为贵 OK，不，鲁肃晕很好，就是不要给他们出招对了。哎，真的耶，他们都一直被晕被冰耶，然后又沉默。哇，真的，你看全部都晕耶。哇，鲁肃的晕什么时候变那么厉害了？我的天，人鲁负重就是良方。哇，太给力了吧，有没得？哇，感觉很轻松啊。哇，都是我们的亚美德冰的玩冰冻到啊，他们玩屁股了吗？
哎，真的，咱们都没看到他们出道早哎，太可怜了吧！哇，神经病，真的，哇，真的不会给他们出招哎！各位看到吗？那个太史慈，他出一个必杀技，连 W 的鲁肃都直接死翘翘啊！哇 ，W 的鲁肃都撑不到哎，他直接瞄一排哎！哇，真的哎，哇，很难过哎，怎么办？哇，这个很容易过，这个怪物最终减伤增加38%。全体怪物血量 50%， 两点怒气。喂，9100亿，诶，怎么差那么远啊？19000亿啊，9100亿，怎么差那么远？哦，他们的特征不一样，全体怪物血量低过 50%， 后排怪物哇恢复4点怒气。他的后排都是金将那么烂哦，他前排是紫金将，可是是恢复后排的怒气。诶，感觉这个容易打诶。这个是随机两个怪物恢复2点怒气，这个比较难打吧？应该一万九百亿 ，W 11000多亿，哇，他的战力都快追上 W 了，就打这个，我们就往难的打，不难的 W 不打，不 OK， 而且还不要用卡，哇，各位 ，Punch Line 哦，不难的不打，而且 W 还不用卡，呜。吴亦凡，吴亦凡要加点电影，我的很大。来来来 ，OK， 人如负重 ，OK， 律令器，拿着他爸爸的方天画戟，然后在这边被亚美带兵，冰冻，然后动不到，你根本打不了 W， 你恢复怒气也没有用。把你控好控满，哇 ！W 全场都在了哎，呜！忍辱负重，冰冻。哎呀，他们玩屁股了吗？都出不到招啊们。哎呀，19100亿，轻松了，我的天！哇，还比之前的难，哎，还比之前的容易过哎。之前的加那个最终伤害很难很痛哎，我的天 ！OK， 全体怪物血量又哇，前排怪物恢复4点怒气，哇，前排有张辽、诸葛果还有吕布哎，哇！可是如果他们恢复怒气也没有用哦，如果 W 一直控他们，一直控着你，你出不到招，玩屁股妹你！如果他出到招，就好像上一次这样。上几个回合，来来来，最后太史慈一个必杀技秒一排，哇 ！W 如果没有控制的话，被那太史慈一直一排秒到 W 就输掉了，奶奶的 ，OK， 冰冻，夜莺第二个舞，慢慢台，当个亲跟你个 J， 见玻璃笑，你看，哇，也没得怎么。他在打神武阁的关卡的冰冻几率那么高啊，奶奶的平时在打人的时候又不看你那么高几率打这种关卡冰冻就厉害，奶奶 OK， 哦，化身死翘翘了，太史慈残血 哦危险哦，危险哦 OK 哦，刀剑纵横哦 OK， 尽在攻心，哇，他们的怒气，你看吕布怒气，哎呀，被秒了啦！你看加怒气也没有用，都出不到招。哎呀 ，OK 了吗？幸好这种，幸好后面的关卡不是那种，不是加伤害哦。如果加最终伤害，什么258%、380%、400%，哇，他们输定了。哎呀，轻松了吗？没问题。OK， 来，怎么打了那么久还不死啊？你们 ，Hello， 姜维，你可以快点死翘翘吗？嘿，来跳过那么久了 ，OK， 呜哇，动作，最后一个大 boss，OK，、okay, 来，16000亿，喂，怎么他们战力还跌了？真奇怪啊，怎么他们战力有时候升有时候跌，不是一直升的吗？全体怪物血量低过68%，
全体怪物恢复四点怒气，哇，全部人恢复四点怒气 OK， 哇，全部紫金将耶，哇，一个是鲁班、董卓、虞姬、曹杰、甘雨楼、虞姬，两个虞姬笨蛋，奶奶的双胞胎啊，哇，感觉有的打哦，哇，刺激哦，全部紫金将啊，各位。OK， W 还是不用卡， W 不用卡，看能不能赢。奶奶的，跟他 bash 来有没有？好像没有，没有 bash 来，没有关系，还是要继续 rap 下去。OK， 亚美的又在冰冻期，来爆满台，冰冻两个。OK， 哇，你看晕到了甘雨楼，哇，感觉甘雨楼如果一出招，会不会秒掉 W 呢 ？OK， 紧张哦，就是梁方。OK， 董卓 ，OK， 董卓打了一百亿，还好哎，董卓，冰冻亚美的，哎呀，甘雨楼，哎，亚美的，哎，为什么亚美的那么厉害啊？在打关卡的时候，奶奶的。OK， 你不够魂，哇！哎，他们都出不到招哎，你看他们都出不到招 ，W 要赢了 ，W 快赢了，因为他的甘雨楼中不会死，卡画面吗？喂，怎么瞬间死翘翘了？发生什么事 ？Hello， 哎。完蛋了，不是赢阵的吗？怎么突然剩下两只圣女们跟化身？哇，为什么他有反弹吗？哇，别蛋蛋了，不要告诉 W 输哦，哇 W 吐血哦，你们输啊，哇，真的输了耶，为什么会这样啊？明明那个一面倒诶 ，W 明明很明显一定赢的、啊，为什么突然瞬间会死翘翘啊？搞什么东西？被谁秒啊 ？W 都不懂诶。哇，奶奶呀、啊，顽皮果哇，真的会输诶。哇，什么屁股哦？诶 ，W 很久没有输嘞，如果输了怎么办？打他，又是要打全部吗？还是打剩下的那个虞姬一个人？还是又要打全场吗？啊，按下去啊，奶奶！哎，又是打他们全部人呢！哎，W 还以为只是需要打剩下的那个残血的虞姬，哎，不是哎，他们全部又复活了！哇，奶奶啊，玩屁股了！哇哇哇，这一次不可以再输了！我的天！哎，真的不可以给他们出到招哎！他们出招很痛哎！看来 W 这个合击要改一下了。那个笨蛋，这个救世良方救屁股妹，都补血都不多了。呜 ！OK， 秒了秒了！哇，这次怎么秒那么快？我的天 ！OK OK， 甘雨楼没有出到招，很好。OK， 五对二还输 ，W。上一场也是这样，本来很多人的，然后突然就全部死翘翘了，不知道搞什么东西。虞姬，月影蝶舞 ，OK， 赢了啦，都出不到招，呜，赢了！哇，奶奶真的是吓到了，怎么会输啊 ？OK， 各位，哎，在下面留言，为什么 W 瞬间会死啊 ？W 真的是不懂上一场。突然就死翘翘了，明明很那个血是满的，对不对？有没有看到扣血？来了 ，OK， 不，新区域 ，OK， 75层，哦，还有的，哈，还有的 ，W 还以为75是，哦， 75应该是最高啊，因为 W 看这个商店它的奖励，你看，诶，那最高挑战到第75区域2000元宝，然后就没有了，所以75应该是最高。哎呀，还要再打哎！我的天，呜 ，W 还以为其实是就打完了哎！哇 ，OK， 哇，明天有机会再拍起来，哇，真的很难打哦。OK， 来
神装神装，来开个纸巾，来来来，没有纸巾 ，OK， 来各位来开我们的工程，呜，大工程起来 ，OK， 来 W 找我们了，问了爹，问汤吃了 ，OK。特别找到好像在哪里啊，在 OK 在这里，你看不在中间文老爹 OK OK 哇，我们的文汤是11666亿啊，不666，哎，应该把后面也搞到66吗？666.66不 OK SSR 25伏，哎，他们的军团又改名了 SSR， 哎，看到他们的团长，他们的团长有玩斗罗大陆吧 ？SSR， 不，特别是在斗罗大陆抽卡，抽我们的 SSR 起来 ，OK， 哇，来直接挑战起来吧！哈哈，奶奶呀，完了，哦，因为 W 残血啊 ，W 打下去然后输掉了，战爆，你看，哇 ，W 损失兵力8，他损失兵力3 ，OK， 我们再补血回去，来来来来来。应该可以再打多一次吧，12血，不可能扣12血吧？来来来，越战起来，有没有 ？OK， 奶奶的，哇 ，W 很久没有打他了哦。问老爹，问汤匙，方天画戟，火牛 ，OK， 700亿，哇，嘴巴开大大，哇，我们的问汤匙有氪金了吗？氪金氪了一个，嘴巴开大大。哇哈哈哈哈，万屁股啊，直接瞄了，哇，他下蹲，方天画戟，不惜开玩笑。 AW 本来战力比他低就很难越战了，完蛋了吗？这是 OK， 又是剩下孙坚和吕蒙。哎，这文老爹真是很弱，不是很弱，真是很软，很容易死翘翘，他的文老爹就是打人很痛，然后自己也很容易死翘翘，就是属于那种好像什么，属于那种叫什么、啊，叫做什么打什么啊？不知道怎么说。总之就是，他打得很痛，然后又很容易死翘翘。对了，奶奶 ，OK，OK， 奶奶，哇，剩下瞬间了，玩屁股了吗？这次惊雷裂空。OK， 来来来来来，瞬间，哎呦，他瞬间必杀技都没有，一直被那个什么，被那个夏侯惇扣那个杀意值，哇，直接10亿，哇，他零哎，他怎么会扣零啊？他明明文老爹都死翘翘还扣零，我的天 ，OK， 我们去嘛，都没有数据看哎，我们去这里战报看吧，呜，看我们的战报起来 ，moment。来这里打，可以看战报，来来来来来 OK， 547600100多亿 OKW、OK， 这次试试看打要打多少次才可以什么，才可以直接跟越战再度越战起来 OK。 上次好像打多少次、啊、上次打了10多次，10多20次吧，感觉才能越战耶。哎呦，感觉还有新东西，又更难打了啦，又有方天画戟，又有嘴巴开大大，是吗？他之前好像没有哦，他之前好像没有方天画戟跟嘴巴开大大哦，是吗？我没有忘记了，又剩下瞬间，我要不浪费时间了，来，我们直接跳过起来，来数据，哇，夏侯惇1700亿、1600亿、1300亿，哇，你看我们老爹1200亿。真是属于那种打人很痛，然后自己又容易死翘翘。OK， 来我们挑战打多次。OK， 打了一次，来第二次。哎，怎么感觉有点慢啊？来，我们放一下加速器，8倍。OK， 跳过。OK， 2次。OK， 哇，很快很快很快。呜，3次。哎，又快又卡哎。4次，来。5次，奶奶的，难道又要10多次的吗？哇，第六次，各位你们看，剩下一个潮皮蛋蛋，怎么会剩下一个潮皮蛋蛋呢、啊？我的天，哇，这次不错，瞬间发挥到2200亿，吕蒙2300亿，夏侯惇1800亿，哇，潮皮1300亿，巴拉巴拉
OK， 进步了，进步了，来，剩下一个，剩下最后一个蛋蛋，大爆蛋蛋就赢了，来来来，第几次？第七次，来，第八次，来继续，第九次 ，OK， 要十次了 ，OK， 第十次，来十一，哈哈，完蛋了吗？十一。哎 ，Hello，SSR，Hello， 给他们做一个 SSR 吧。哎，第几了？十三，还是十三？十四，哎，争取二十次吧。来，十五，来来打 W 打二十次 ，W 不要打，浪费时间呢。十六，哦，最后一个蛋蛋那么难打吗？十七。哎呀，真的很难约战的啦！一定要拿先手，都没有先手拿，赢不到哎。十八，上十八了吗？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啊，没有啦，弯屁股的吗？我看 W 升战力了，奶奶的，不然战力比较低都赢不到。明天再升吧，升战力，奶奶的，明天再打起来！我的天，打了二十次赢不到 ，OK。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如果喜欢的影片请订阅分享点个赞点个小铃铛，就这样大家过门呐，再见。